你，说的就是你。走上前来，陈玉娇，南国因子同妖孽三年未降雨之事，你可知晓？ 你竟然把这个紫眼睛的妖孽给我带进府来！夫人，陈玉娇带新进子弟兵入府。传。是。传陈统领。走。 玉娇拜见连夫人。跪。卑职奉侯爷之命，招募子弟兵入府，这五个孩子是最后一波。 谢夫人不在了，从今以后，东瀛归三公子打理，而西瀛和紫园为我一力承担，所以本夫人得慎之又慎，替侯爷先筛选一遍。你说的就是你，走上前来。 陈玉娇，南国因子同妖孽三年未降雨之事，你可知晓？你竟然把这个紫眼睛的妖孽给我带进府来！我身为当家主母，自然可以行使家法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紫眼睛的孩子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凭什么？因为我是紫眼睛，都断定我是妖孽了？我还谁了？放肆！这个小丫头，竟敢如此顶撞夫人！ 将这板子再加30。拖下去！夫人，陈统领，莫非你在质疑侯爷赐予夫人审核子弟兵的权利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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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！ 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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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
跪下！。打我吧，求你们放过我妹。不，打俺，狠狠打俺，打多少下都可以，但求你们放过他。打我吧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打我，求你了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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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
这五个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写在名册上，交给副将军沈昌宗了。如果把他们都赶出去，卑职担心万一侯爷要是清点起名册时，怕是有大麻烦的。祸于你起，你也甘愿受罚？执行家法，其他四个我既往不咎。啊，你别碰他！你别碰他！放哥哥，夫人，锦绣打不得，因为他是世间罕有的贵人。好大的口气！夫人，不妨让他把话说完。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尹夫人，我们姐妹俩的家乡是东部的灵州，锦绣恰好生得一双紫眸，此乃紫气东来啊。夫人，您再看锦绣眉心的朱砂痣，这可是……老人们都说，此乃朱雀归心的面相，是好兆头。对，紫气山庄有个紫字，我们偏偏是侯爷所寻之人，又偏偏来到紫园，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而这里又乃传说中祥瑞之地，毓秀之所，锦绣的来到岂不亦暗示着紫园即将紫气东来，凤舞鸾歌？我们姐妹已是袁府的人了，定会做牛做马，用一生来报效夫人救命之恩。锦绣，夫人，小孩而已，何必较真呢？韩先生，谢夫人过世不久，紫园中实在不能再见血光了。没想到在惩治下人的时候，惊扰了韩先生和三公子。夫人，饶了这两个丫头吧。这三公子的声音好生熟悉，仿佛在哪儿听过。托这两个丫头之福，三公子回府以后第一次说话了。夫人，咱们荣宝堂还是要给三公子这个面子，这个紫眼睛的和那个伶牙俐齿的，要真能让紫园紫气东来，那也是夫人的功劳啊。难得三公子开了金口，还不赶紧的磕头谢恩。谢夫人海量。谢谢三公子。来，锦绣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高兴认识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没事，我们是小五一。对，我们是小五一。小五一，来，小五一。小五一，挺有趣。是的。什么？你怀疑花家姐妹是花斌的后人？前不久，窦英华为逼花斌出山效力，血洗了他隐居多年的花家屋。紧接着，这花家姐妹就到了袁家，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，所以我今日才劝夫人留下那二人，待我细细观察观察。且我同时怀疑，三十二字真言怕是已经被侯爷给破解了。以往招募府兵都是下面各营头的事，今年却是陈玉娇亲自出马，密档由侯爷一手掌管，连我都拿不到。
甚是奇怪。且那花家姐妹乃双生子，双生子旦龙主九天，就算他们是花边之女，天下双生子何其多，就像那个贱人谢氏，当年不也是产下了双生子，最后还不是一个妖王一个瘸了。夫人，这可是侯爷不让提及的大忌。如今大公子变成为质，二小姐是个女子，三公子是残废，四公子乃胡姬所生，不服礼教，只要我生下儿子，区区元妃白又算得了什么？